在大小上面进行这么一段啊，到时候不懂下勉为其难好吗，勉为其难。然后这首歌特别走心，特别走心，听了之后我祝你那什么，听了这首歌之后祝你该大的地方都大，该小的地方都小，好吗？祝你就是说你和你男朋友，你有男朋友吗？啊，祝你和男朋友就是甜甜蜜蜜，好不好？就是该大的地方再大几个坎，好吧？好吧，合个影吧。来，最后再说一句，那个祝王冕的单曲大卖。啊，祝王冕的单曲大卖。耶耶，好，非常感谢啊，合个影吧，好吧？今天我们的女神合个影，来，三二一，你看我们在你旁边，你显得挺好看，挺好看。哎呀呀呀！就是我再看一口气没再我再说一下因为可能是吧，这个是南方对吧，重庆是不是啊，听这个比较少东北这块就走过来，对这个你那对这边一听说刘德华，他满大街都知道。对呀你就实话吧，你要在东北刘德华没人认识，对，的确不太好使，一听见哥嘎嘎的刘德华不太好使，这个不用解释了啊，不用解释。最后还有32秒，我在最后再找一个吧，再找一个啊。哎呀，该说不说的啊，师爷今天能跟你连个麦，我跟你该说不说，可开心了。咱们就问个胖胖吧，美女你好，我问你个事儿，我们今天在做一个街头节目，你听说过王冕这个人吗？哎，等会儿，你听说过王冕没有？不是，哎，等会儿。不是，你听说过有首歌叫《勉为其难》吗？有啊，是吧？你看这个人是谁？笑一跳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人，听说过这个原唱是谁吗？王冕啊。王，你认识这个人吗呢？爆红，断线了！我操！师爷，我只能跟你说，你的粉丝也就是这个样子，他的听过。来，兄弟们，没点直播室通知的把直播室通知的勾一勾，手机用户点击左上角的橙色的桃心，电脑用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直播通知。我早知道是这样，我早就应该找个胖子，找个胖的，我就找到了。刚才这妹子也是没谁了，终于找到一个，我的，我就猜这个肯定听过，一点不拔下。因为就是我师爷他因为跟我一样体型都相对而言有点是略显精干，就是那种胖女人比较适合他。哎呀，好尴尬，好尴尬！这觉得麦干什么？什么时候的哥哥，太有意思了，挺好，挺玩的啊！过去连麦就不连了啊，连麦就不连了，因为我现在在直播啊，我在户外直播。